光 Plus 中嘉在地影像培力与真见计划开始喽！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丰富奖励等你来拿。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真见简章 QR code。基隆市文化局举办2022仲夏月集，随着国门广场落成串联海洋广场，基隆港边最精华的腹地将结合基隆水岸、海洋城市特色。表演区以音乐类表演为主规划，于周边设置文创等市集，让民众于轻松的氛围中。活动以经典为主轴，邀请知名音乐创作大师及人气独立乐团轮番上阵，总计17组乐团带来8场系列演出活动，让民众认识在地音乐家，在悠扬的乐音中交织一场浪漫的音乐夜宴。我觉得办在这里就是可以提升市民的文艺气息，这样对，然后大家都听得到。我们掌声欢迎指挥罗锦宏罗老师。广场，我们这里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国际化的港口旁边应该要有非常优雅的一个夜莺跟一些艺术表演。那今年的夏天，我们会让市民朋友感受到我们在这里，充满了艺术的跟人文的响应，也欢迎外地的游客能够来感受基隆的新风情。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